一起拍完手吗？你说哥哥好什么？本人已经受不了了。哥哥好。这个戏拍完是有后遗症的，朋友们，这个戏拍完是有后遗症的。好帅！段嘉许偷偷闲不住。这段掐了别播，没问题。哇，我看到了，虽然没有进球，但还是跳了球三。不是本人，这才是我。这才是我的实力。看点不一样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没事，你可以先撵一下，现在走开，随心所欲，然后小心点踩刹车，小心点，看平静踩刹车。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拜拜了家人们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小彩蛋，妈妈在说你们呢，居然做情侣座，还带着个女生，我就是打掩护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什么？没见过呀、啊？
名其妙被小情侣暴打，我只不过是犯了其他单身狗都会犯的错。怎么聊善待我很难吗？呸！第一天滑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。小玉姐，小玉姐在里面看了，本来早起上班就不高兴，还看到这两个，就很讨厌。来，过来问他。可以。我要是你，我要是你，我就这样，上班了，上班了。欢迎收看泰国版偷偷藏不住。改，都为了美。还有印度版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说我不参加。你们俩是不是有暗号？你们俩怎么没有？我们两个是不是隔很近？我们大拍一片而已。不大了解。是啊。其实我都看。他做菜有。台湾人。找乱编。哎，你不能这样一直开始这样讲话，讲话都已经有腔了嘞。就是发现有这个问题啊，那我就开始卷舌了。那今天这些真是撞一撞。我想说这个其实不用卷舌的，有点刻意。你已经卷到那个小小舌头了，他已经把扁桃给遮住了。你那个是大舌头。太热了，怎么说？
刺猬啊，对对，模仿他，刺猬小子嘛，刺猬啊，小子，对啊，刺猬小子是天生我刺，小帅帅，我本人就是一个笑话。趁问少声，今天上我唱。段嘉许可可爱，不是本人。炸！段嘉许干干尬尬，绝不是我。呸！呸！被我帅到。段嘉许有点中二。许还会咋记？段嘉许吃吃喝喝。I like to ea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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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at. 妈真香，哎呀！妈真香，哎。我叫段嘉许，是你哥朋友。桑稚，桑稚，再见了，小桑稚。你要过来读大学的事情，我很开心。像微风来到五六月的花香，不太敢拥抱，连说话都别叫，时光太潦草，抱着向日葵的合照，我也很幸运今天可以和桑稚一起看雪。我能追你吗？我不只想当你的朋友，我想当你的朋友。我答应你。天上月亮是我最想念你的暗号，我们就彼此的外套，哪怕风雨来到也能坚定的给对方温暖的拥抱。关于我们的故事从他的22岁开始，到我的22岁结束。难道你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奎木狼？我就是奎木狼。大王既然能用影卫的身份取得公主信任，这或许是另一种心意相通。李兄，参见公主。你如果疼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
原来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会害怕他受到一点伤害，害怕他遭受一点委屈，害怕他有一点伤心。你又不是一个人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都听你的。好，都依你。如果有什么想做的事情，想去的地方，都可以和我提，我都会满足你。本王就算与天下人为敌，一定要娶你。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跟我说谢谢吗？我喜欢你，绝不负你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以后再敢欺我骗我，我定不会饶你。好，